的和牛那个油脂已经开始有一点化掉了，你有看到吗？这边说他们找了，他们有一间是斗六在地最高级的火锅网了，所以要来看看评价一下，他说的斗六最强的火锅到底是怎样。听说有和牛，哇，超漂亮，超大的，哇，嘿嘿。 OK， 他这边的话我刚才看他最便宜一锅也才200多块，而且它是冰沙饮料还有那个冰淇淋都吃到饱。以这个价格来讲的话，又比北部便宜。菜盘也是很分量很大，它应该是整颗的高丽菜哦。所以它基本上它的润局很大哦，比较简单的就200多，然后你要吃到和牛的话，它也有到1000多的。我们南部吃法就是这样吃，没有啦，乱讲的。哇哦哦。Om jag blickat åt söder, kanske Helsingborg eller Lund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德瑞克。我们刚才发现超蠢的事，我们现在到斗六了，结果后来刚刚我手机放在车子上，幸好那个车长有帮我找到，然后现在手机送到了民雄，等一下他会再送回来给我们，然后我们在这边斗六再跟手机汇合以后，会再回去台中再拍。今天来斗六的话，找他姑姑嘛。姑姑，找他姑姑，他们在地人，然后姑姑要请我们吃大餐，然后他们说他们找了，他们有一间是斗六在地最高级的火锅，哇，火锅，说到火锅，我们就算是火锅王了，所以要来看看评价一下，他说的斗六最强的火锅到底是怎样？听说有和牛，那我们就交给姑姑啊，好吧？他开在比较偏的地方，找到了哦。哦，和牛锅物啊！他还说本店使用台湾猪啊。他这边的话，我刚才看他最便宜一锅也才200多块，而且他是冰沙饮料还有那个冰淇淋都吃到饱。招牌奶茶，哎，伯爵红茶，我要喝伯爵红茶，可尔必斯跟冬瓜柠檬，而且冰淇淋是明治的哦，一锅最便宜200多，还给你吃明治，是吧？哎，它是红豆巧克力嘛，瑞士巧克力跟草莓。那你这边的话就是，如果你自己本身汤不够，它这边可以自己加。那它你看，它有韩式泡菜、川蜀麻辣、奶香、原味。我们今天点的是各一个。对，好了，我们的餐都到齐了，非常感谢我们的金主啊，谢谢。他的和牛那个油脂已经开始有点化掉了，你有看到吗？这边，对啊，这就是真的，就是和牛他们就是遇到室温那个油脂就会融化，它软了，它那一根软了，那一根软。这个的话是店家，我们刚刚来才发现，他是说这个只要当月寿星。来，他也不用预约，你只要出示证明当月是寿星，就可以直接送你一盘肉。而且我第一次看到有送肉送的这么的干乎的，还给你一个那个 Happy Birthday 的一个钻石的一个。重点戏来啦，和牛，所以它这个是我看一下哦，纽约客的和牛。噔噔，喂，这应该2秒吧？这个是一，你要让它上开。二。可以了，哇！你看它那个油都滴出来了。斗六最强的火锅，我们以前来斗六都以为只有吃小吃，先卤肉饭，就今天是直接吃，再升到和牛。哇！哇！你等一下要试试看，化掉。它化掉的时候，它外围的那个瘦肉，就是我说的和牛的那个牛奶的那个奶香味，超赞的。那我想到了日本的那个铁板烧，宫崎牛那个铁板烧，好好吃哦。哇，超漂亮，超大的，哇，嘿嘿。OK， 1秒、2秒，好，可以了。谢谢啊。哎，要老掉了啦。不
小心小心烫，小心烫，真的很好吃哦。它那个会融化，哎，它那个油脂是奶油的那种香味，跟一般的牛肉的香味真的有点差，超赞。再来这一个，你看它弄得那么漂亮，是吧？哎、欸，它摆的真的很漂亮。这个就是要两秒以上的。这个就要两秒以上，这个要煮熟哦，这个要煮熟哦。哎、欸，其实它是让你这样整坨花下去，你就这样子一人一口这样子。哎、欸，我的那一朵花呢？你的那朵花呢？可能在锅底吧？没有啊，我刚才放在上面煮啊。在锅底啊？没有，我刚刚放在上面煮的、啊。是不是你吃了？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你不要给我耍花样啊！没有，大家花掉。是不是你吃的、啊？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。然后从口袋里面拿出来，那这是什么？人的人类是有限度的。快点吃！舅舅他们有看台那个港片吗？有看一百遍。看一百遍是吧？哎，可以聊聊聊得还聊得来。嗯，我脆脆的下巴要掉了。脆脆的，恰恰又来了。恰恰，恰恰又来了。这个是套餐的牛五花，这样子一个套餐加这么大，你看，你看一下。它这么多的菜盘，再加肉，这样子一锅才两百多，哎，才两百多。对啊，然后还有冰淇淋、冰沙是无限制，所以它基本上它的range很大哦。它的range是你要吃比较简单的就两百多，然后你要吃到和牛的话，它也有到一千多的。对，其实它可以满足很多客群。牛肉牛五花，这个就应该基本款了吧？哎，你那个刚刚那个酱我来沾沾看，你这个是麻酱加花生。加花生。其实我有吃过牛肉，其实油脂比较多的牛肉加一点花生跟麻酱其实是好吃的。我们南部吃法就是这样吃，没有啦，乱讲的。吃咯。花生是花生是哦，它那花生粉很赞，而且它的这个胡麻酱啊是有一点点酸，它有带一点点酸在里面，它那个酸有点像是和风沙拉酱的那个酸，然后搭配胡麻酱，完全不会觉得那个牛五花是油的，很好吃哎。美国顶级板腱，顶级一板牛。这个不用酸很久就可以。再看，先不沾酱，先不要沾酱。我觉得应该肉质很 Q 哦。可以，两秒。两秒可以哦。对。我们是过年来吃的，财运滚滚。它的菜盘也是很分量很大，它应该是整颗的高丽菜哦。有点大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它是整颗高丽菜。菜很厚哎，而且我很喜欢它，就是像我们讲的火锅料不要太多，大部分都是圆块食物。对啊，这个就是很多人都在赞的，有没有？有一些人说偶尔不能放，有一些人说偶尔可以放。我是偶尔派的，我觉得可以。对，我是偶尔派的，对。我只有小黄瓜不行，其他都可以。哎，那你吃吃看他生日送的。哎，他其实他送的也不，他不少哎，他是两层哎。糖歪，他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台湾梅花猪，台湾猪哦，很重要哦，现在最近很重要哦，这是台湾猪哦。好，两秒。这个不行，不行的，不行的。台湾猪就是要吃台湾味，直接加沙茶是不是？可以哦，不会臭抽，没有臭抽。但没有那个 Henry， 没有那个 Henry， 对。哎、欸，它的海陆大餐很棒哎，而且它鲑鱼看起来超漂亮。我觉得它的套餐应该超好吃，你看它这个套餐，它这个颜色，这个绝对是超新鲜的。对，套餐哇，超大，这个我要吃。它会飞呀、啊！嗯，对，我觉得我很推它的昆布汤头，它昆布汤头是真的，它不是像，其实我们拍过蛮多。火锅它本身原味汤头，它没有那个昆布的香味跟那个咸味，它这个是有的，不用沾酱哎，它的海鲜不用沾酱就很好吃了。嚯、哦，泡猪好喝，泡猪我个人强推。有没有坐公车？超大的干贝，能给你看麦，它这个蛤蜊有多大的颗？对啊，这简直就是长水泡的蛤蜊啦。他刚刚被烫到了。对啊，他是被烫到的。他是被烫到了，哇，爆汁爆汁。这个是饭后甜点的紫米粥，很真的很划算。如果我来点两百多块的话，真的很划算。对，没有晚餐。哦，椰奶，它还有那个椰奶的味道。那今天的话，我这一间介绍到这边停。这一间我觉得真的很划算的。哎，我姐看，
那个梅花猪才268块，它就有汤头，然后有这些，对，有甜点，然后有菜盘，然后还有这些的自助吧，超便宜的。它是从268一直到，如果你是 A 牛吃到最贵的话，我们刚刚吃的那个纽约客是1400而已，对，这个没有多少贵。我觉得在斗六可以吃到这种火锅，真的是没有想到，对不对？所以来斗六其实不用只有吃小吃，斗六也有很厉害的和牛火锅，而且以这个价格来讲的话，又比北部便宜。北部可能一个和牛的套餐就要2000，我觉得真的很划算。那店家资讯我会放在那个影片底下，那喜欢记得帮赞订阅分享，拜拜。